这是什么地方？那分明是啥呀？你挑的呀，你问我。我挑的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喜欢找个地方打野。等我打开地图看一下。哎，这不是雨林的矿场吗？雨林有什么矿场啊？你打过游戏没有？不是矿场，是石场。雨林有石场的。你讲这种怕是沙漠地图。这绿油油的环境，你觉得是沙漠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嘞，好像开成雨林了。管他了，走，我们先去捡装备。好。这个不是阿斯顿马靴吗？怎么那么富啊？那阿斯顿马靴也掉富？你看我这个。哇，啤酒林，兄弟，要不要来换一下？我这个可是空投武器，你那个阿斯顿马靴有什么用啊？没用，我看你那个才没用啊，伤害都没有这个高。M416 还没死盖好，M416 像刮痧一样。那个是你技术不好。哎呦，懒得和你讲了，不讲了。我还不想跟你讲了，我这杠杠的，射速又快。有一个一级包有什么好用的？我这个二级包空间比你那个一级包大。你款什么？我又没给你款。你在狗叫什么？在狗叫在监视你。哎呦，干嘛呀？能不能好好打游戏的？吃鸡，就你这破技术。那你还不是打电话给我的？有本事你瞧不起我，你就不要打电话喊我来玩游戏。手贱手贱，本来是打给糍粑姑的。哎呦，你讲这种，你倒了我不救你的。我靠，有人赶紧跑。哎，这个跳板有点水啊！又不是两个跑慢一点，两个都哈翻。看到人没有啊？就在前面跑过来了。看到了，他不会去想开车吧？人家都蹲在那里了，还开什么车？这个技能应该不错了吧？哎，不管了，先给他来一枪。这怎么打到我？这是掩体。小子，这个是树啊，能当掩体吗？哎，不管了，我爬过去，你救我。不好的，我不救你，我就不救。水锅救一下嘛。刚才你不是不要我玩吗？你不是想拉那个糍粑哥吗？你就让他来救你。哎，你能不能救的？不能救我直接退了。你退你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哎，快救一下，要娘了，要娘了。哎呦，你太烦人了，我先走了。想跑你往哪里跑？打野都能遇到人，不管了，后面有个车，先开始跑。